十年前咧，發現我自己咧就冇乜胃口，亦都有便秘，我冇抌時間，我直接睇醫生同埋驗身，就發現自己有大腸癌。咁因為咁咧，就救咗自己一命。隨後咧，我就一路都有驗身，亦都因為咁咧，就發現自己有前列腺癌。因為驗身嘅關係咧，俾我提早醫咗，咁咧就大步立過。我係 William 鄧達志。當初咧，你係點樣發現患咗呢個大腸癌嘅咧？當時喺旅行嘅時候咯。哦，有冇咩先兆咧？咁我首先發現自己係點解我瘦咗咁多咧？哦，打側個身嘅時候咧，我成個盤骨豎起咗，咁我就開始留意啦。OK， 咁然後咧，到咧我翻到 London 咧，就發現咧我有便秘。嗯，我從來冇乜便秘啊啲嘢，咁咧同我習慣完全係改變咗咧，咁我就好留意啦。翻到嚟香港第一時間咪去睇醫生咧，咁咧就醫生最初摸我個肚啊啲嘢咧，都唔覺得我有事。咁咧，但系 anyway， 我安排咗就照內窺鏡，係 confirm 係 cancer。咁你知道有咗大腸癌啦，咁個治療嘅過程係點嘅咧？你可唔可以講少少俾我哋聽？嗱，我咧其實咧就係做手術咧，咁主要就當然係拎走個 cancer 啦。咁咧，但係好彩咧，嗰橛嘅腸咧剪咗佢，搏翻埋，咁就係噶啦。佢打橫嗰條，因為如果你去到 colon 嗰個部分咧，就比較麻煩啦。咁咧剪咗佢咧，搏翻埋咧，咁佢當然要拎咗嗰一橛嘅腸。同埋個瘤，同埋附近嘅脂肪啊嗰啲嘢拎曬咧，就去檢查，就 make sure 你嗰個位係乾淨，即係冇癌細胞殘留喺度咯。大腸癌如果及早發現，係可以有唔同嘅治療方法，其中一種就係俗稱片皮癌嘅內窺鏡黏膜下剝離術，最近仲加入咗 AI 輔助添。究竟佢係點樣醫治大腸癌嘅呢？黏膜下剝離術咧係一個新嘅技術，係一個內視鏡嘅手術，用嚟治療一啲早期嘅腸胃癌。咁我哋會利用一啲特製嘅內視鏡嘅刀咧，好似而家畫面咁，假設中間呢個地方有一個腫瘤咧，我哋就用呢個特製嘅刀圍住佢，去一路切割，咁啊將呢一塊嘅腫瘤咧，去完全去切割出嚟嘅。呢個手術好處就係好似片皮鴨咁樣，淨係片走有問題嘅部分，唔使好似以前手術咁要將成段大腸切走。若果有任何偏差，我哋將嗰個切割嘅深度攞得太深嘅話，就會導致到穿孔啦。咁呢一個治療就係專係俾一啲早期嘅腸胃癌，咁希望咧經過咗呢一個治療，就可以避免到需要做一啲傳統嘅大型嘅腸胃切除手術啦。咁我知道有一種最新嘅技術啦，就係用 AI 輔助內鏡平台啦。咁其實呢種平台有咩好處噶？呢一個黏膜下剝離術咧，其實係喺一個好細嘅環境去做一啲好細微、好精確嘅操作嘅。以往一啲即係研究都係話，如果醫生係未有足夠經驗啊，或者啱啱開始學咧，個偏差率比較大嘅話，佢容易會造成一啲併發症。咁喺呢啲時候，我哋就希望咧利用 AI 去輔助一啲醫生慢慢掌握緊呢啲技術嘅時候咧，可以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安全地去完成呢一個手術咯。要開發一個咁精細嘅人工智能系統，背後係利用咗大量病例數據。我们是基于现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做的，它主要的框架是依靠深度学习。我们在和威尔斯亲王医院合作的，这个之下呢，收集了数百例的在内镜 video， 然后拿这种标注的专家 perform 的内镜的这个手术视频呢，去进行 AI 模型的训练。那当初在开发这个平台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这个应用场景是比较新的，比如说如何定义这个手术一个步骤的开始到结束，然后 transition 到下一个步骤，它中间的过渡是怎么样定义的？那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去阅读文献，然后也和我们的临床的医生就医工交叉，经过很深入的讨论，以及多轮次的去 review 我们不断标注和改进的一个结果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在技术方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系统做到一个实时性。那通常来讲，我们需要达到30个 FPS 以上，那医生或者人在使用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感觉到有一个延迟了。那与此同时，它的准确度又不能降，所以我们在如何 balance 这个 efficiency 和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间时候呢，也做了
这个相应的技术上面的一个开发。咁如果個大腸癌係到咗中後期少少，呢個 AI 又幫唔幫到手咧？咁如果你話去到中後期嗰啲咧，其實一般嚟講就唔適合做呢個手術，就需要做翻傳統嘅切腸或者切胃嘅手術。咁所以呢一種 AI 就反而幫唔到啦。所以講到尾咧，診斷都係最重要嘅，係需要越早診斷呢啲癌症，就可以接受到嘅治療選擇就越多啦。咁喺你康復期間咧，有冇食啲咩或者飲啲咩補品咁咧？呢個係屋企一路即係流傳落嚟嘅，就係燉豬肉汁。哦，即係好純嘅豬肉汁。咁可以補到咩咧？其實 energy 係提升翻你個體能。如果你有興趣嘅，我示範俾你睇下。好啊。好啦，我哋切緊啲豬肉啦，即係切薄片咯。有冇特別要求咧？豬肉肥瘦？全瘦嘅要嚇，唔要肥肉嘅。咁幾多豬肉煲到兩碗咧？一斤啦，兩碗都係其實細碗嘅啫，即係如果想大碗啲就要多啲噶啦。咁呢個邊個教你嘅咧？阿嫲爺，阿媽咁，今日媽媽就教到而家屋企嘅姐姐，佢都識曬煲啦。經歷咗咁多人，即係代表好 work 咯，好多代人噶啦已經。係咯，係啊。切完曬豬肉啦，拎去燉噶啦。而家首先拎個碗仔放喺中間呢個燉盅，啲豬肉咧就係鋪曬上去。哦，明白，一塊塊咁冚住佢。係啦，咁啊要燉幾耐咧？三個鐘嘅要起碼。起碼咁你視乎咩？即係跟就三個鐘啦。係。咁如果你有啲人係想跟半多啲咧，即係大碗啲，咁咧就要再長啲時間咯。好啦，最後一塊啦。咁啊，冚埋呢個燉盅嘅蓋，咁就可以去燉。要等幾個鐘之後，我哋可以飲啦。好嘢係值得等待嘅，應該得啦啩？珍品嚟㗎呢個。哇！真係珍品嚟嘅，等咗咁耐，都幾個鐘啊。係，都幾個鐘。好。哇！你睇頭先係好鮮嘅豬肉咧。係啊。佢燉完幾個鐘之後咧，係全部乾曬嘅。咁我哋聞到好香。係。即係 feel 到係好濃郁添。係。咩雞精啊？咩精咧？豬精咯。係豬精，呢個名。哇！嗱，你小心啊嚇，費事你飲咗之後精力過剩啊。係。咁呢個我相信，除咗係康復時間嚟飲啦，平時就算補充體力都可以飲噶嘛。係啊，我攰嘅時候就即刻燉嚟飲噶啦。好飲喎，好清喎，真係。啲調味品都冇，完全係豬自己本身嘅味道嚟。係啦，淨係豬肉嘅味道啦，好舒服嘅一面。好舒服。咁喺呢個 recover 嘅過程咧，經常都會飲呢個湯嘅。當時有幾樣嘢嘅，即係有呢個豬肉湯啦，亦都有海參啊、冬蟲草啊咁一齊咯。所以其實如果據我嘅對你今日嘅了解咧，其實你覺得身體檢查呢方面係非常之重要。其實呢個係最重要，因為我自己可能因為經歷過我兩個姐姐嘅問題咧，所以我就好小心。一見到自己身體有個變化咧，係平時你嘅習慣冇嘅嘢，突然間出現嘅話咧，你唔好諗住飲杯涼茶就搞掂佢，真係要睇一次醫生啦，唔會花咗你好多錢嘅。即係相對嚟講，你條命貴定係即係睇醫生貴咧？咁呢個好重要咯，因為我都要講個 case 啦。咁我有個即係有個親人啦，佢竟然咧冇喺我身，即係我身上發生嘅事咧，係俾到即係提示佢。佢亦都係因為有便秘，佢就寧願唔食嘢，唔食嘢咧咁就一路瘦啦，直至到佢面色差得太離譜啦，就逼佢一定要去睇醫生同埋去驗去即係照內窺鏡。一發現的時候已經擴散了四期了，已經一年之後他都離開了。我想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學到的就是要接受現實，很多大年紀的人沒事了，遲些就沒事了，這樣又或者抱著僥倖的心態，希望諱疾忌醫，很多人都是這樣，免得過不要看醫生，醫生告訴我才有事，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。所以其實剛才你的建議好，看醫生可能是人生你其中一個最好的決定，和做身體檢查。